我要用录的。哇，这里是，这真的可以煮吗？可以啊，这是真的可以煮啊。哇塞，有啊，它不是那个在炒菜这里，这里都炒菜那个。哇塞，对啊。哇，哇。啊，吃饭的地方，对，吃饭的地方啊，啊，没有椅子可以坐，椅子不能坐，不行啊，这个，哇塞，这里，这要绕一圈，对，这边绕一圈，然后从这边可以出去，这里是阿嬷的房间吗？哎，那是好像阿嬷的房间呢。这间，这间。这可以进去吗？不敢进去。这是阿嬷的房间吗？啊，对，这是那个。这是嘉玲的房间，对，嘉玲跟嘉明，嘉玲跟嘉明 ，OK， 他们格局是这样，郭富城，原本不是应该有桌子吗？收掉了吧？对，收掉了，桌子来了，对，桌子移过来了，对，郭富城，当时，他那个前后就先。啊！现在还有那么气派的雕像哦，那也不是雕像，那是什么？就是模型。那个是人家那个，可能屋主的东西啦。Yeah.